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J 大 B。今天要带大家去看高研站。高研站就是高丽大学跟延世大学之间的小战争，然后就像交大跟清大那样子。想一下今天的赞助品。就是完全没有在管对方，而且没有在管比赛。2 hours later， 原来是打架的部分吗？但我不懂的是，明明是高丽丢到人，或是高丽先回旋？没有啊，就是一定要有人冲上去。不是，为什么要冲上去？你要么捐家，要么打架。哇！等住，等住！裤子啦，现在8-2，好多人，红红的好多人。喝醉的两位，那个一定醉，这个有点醉。阿妞，缺手，你出门缺手。这个是 Cleo 的吗？缺手，阿尼亚，阿尼亚，哎呀，缺手，缺手，缺手，三个缺手，阿尼亚，阿尼亚，缺手，缺手，缺手。I understand baseball, but it's so boring. 啊，真的？Friends together, yeah. 哇，今天晚上的逛街，11点到晚上12点，整条街都会变得不一样。会长说：“后辈，我们爱你们。”免费的。巡回，这个人很开心，这个人也很开心，这个人也很开心。
我真的不懂，我也不懂他们两个在干嘛。